我先开了，然后你看一下那个画面，我先开，然后看一下，我觉得它设定对吧？对啊，然后看一下这边有什么，您等一下，我先搁起一个哦，看一下呢，因为它变成我要，它现在变成哦，我现在这样子可以看到整个画面。哦，啊，你开手机，我如果等下我要来聊天的话，会不会它整个这边都遮住了？对，可能是这样子。我因为我只要来聊天之后，我要整个又把它回到这样子，会很麻烦啦。不然就是都不要打字，因为正常不会打字，可能都看到聊想天。看就好。对啊，因为 OBS 我觉得有些功能我还是觉得不太好。对了哈。好啦，阿来，我先甲大家讲吼，因为现在先讲解一下，11点到1点半哦，新培哦，我跟新培就会一起开第一直播，当然他是主要是他嘛，我在那边辅助啊，反正我等一下直播量写也蛮累的啊，吼，阿来一主要吼一顿啊，我等下介绍偶尔下去转一下这样子，就是晚上我们还会讲很多关于这次比赛的事啊，我这边我就先。也是会给讲讲啦吼，那礼拜四我的节目有请来一位特别的嘉宾，你们想知道是谁吗？好，给你们的期待礼拜四南台一线哦，就是我们会做这次比赛一些专访主题啊等等的，都礼拜四介绍，啊对，给那里洗外吸干啦吼，对啊，然后很多影片啊，我这次拍很多是什么求婚影片啊，跟女儿的那些靠腰的影片啊，还有一些比赛我都有上传去我的 YouTube 了，那个没看过可以去看了哈、哦。然后，好，咱先来搁用火系列拍只轮回来个，火系列战，安尼啦哈。反正先测试一下转租啊，弄会顺吼，还是有什么手机用户的都帮我租一下，看、哦、OK 无啦哈、哦。2台风扇，加，你看我若加班吼、哦，就是要先申请冷气啊，不然。11点冷气就关了啊，所以剩下新品我们没有空调，我们要靠2台电风扇这样子去吹了哈，安尼啦。声有 OK 无？我即马先甲您测试，我的良心有没有？超有良心的，来啦啊！哦，当然啦、啊，最精彩的怎么会让你看到求婚影片的喜爱熊精彩？别少，我给你打人狂的啊！好了，啊，有啥问题？爱及时反应啦，有啥物问题哈、哦？对啦。哦，对，啊，我现在测试一个东西，如果我点聊天室，行，对，我知道延迟，我在等啊。哦，你是抓，哦，对。麦卡贝的那一个，也真的延迟大概有20秒至20秒，蛮久的。有大概，而且每个人有时候延迟跟网络都不不太太一好。样。对，好，大家好哈，晚上好。哇，大半天，如果我把它麦克到。真的快延迟了，真的。哦，就是我如果转来聊天，我的画面就是至少这个的画面给我等啊。哦，是还好，OK，好，我等啊，好，等一下。好，咱今嘛了来，大概正式开始啊。反正轮回大家打到我想要怕了哈，就要一边等一边按哦。我没有时间，你没有在啊？你没有啊？反正来，OK，不差我，变一下，你有没有关系啊？不，OK，没事没事，好的，好，我们先请要一个 ADD 的朋友啦，帮咱等起来，我来跟大家聊天一下了哈，反正轮回头前面上面挖哥了哈，我们请你来咱等起来，来，大家都一起玩这样子。我前几天梦到小仙教我打轮回，哦，轮回不用就靠天降的鬼啊啦哈，轮回不用教，我们靠天降。巧巧算大意吗？
反正这种精彩的就是，让你雾里看花，好，玲珑抓不到我们在干什么，安内了哈。千千一笑，哎，我看到那边，千千他们，哎，每个人都一直笑，哎，我明明很认真，有没有？没有没有，大家认识你一年多，干马上笑场，你看我都那么认真申请了，你看一个酒杯放那边放个五块，有没有表示心意这样子？对啊。台上没有时间让你讲话啦，你又没有那个，你连第一名感言也不到一分钟让他讲的话，哎、欸，第一名连一分钟都不让我们讲呢、欸，我没有哪有那么多时间让人家搞这个，哎呀、啊，哎、欸，弟弟的朋友啦，人朋友飞来嘛，哎呀、啊，哎、啊，弟弟底下卤蛋啊，不知道今天那主题是什么，对，对啊，啊，我不用手转出。哎、欸，应该刚刚是啊，这个梗出来好像奇怪，我应该有两只手在那边，有人在转，哎呀，表现的状态那小，又像我女儿啊，真的啦，我女儿跟天天什么，我、啊、干，看到 SH 的感想，我真的要说一下，我跟你讲，看你知道吗？我跟你们讲后，就那时候就是很进去看很多亿的。然后我们最后要揭幕的时候出去哦，我们就站在哦，干可以跟 SH 同台啊 ，SH 同台，此生无憾了哎。然后那时候 Dennis 哦叫我再站去，他就移开，他说他要站最右最旁边，然后他把我又移到纳豆旁边，干我整个已经，我都真想把纳豆赶走，你知道我干哦，谁呢就在旁边有没有？谁呢 Hebe？哦，没有 A B A 了，干！我觉得我一直在偷瞄，你知道吗？偷瞄，我就太感动，然后太开心，我都已经忘记什么，已经输了什么感觉都忘记，然后更就已经笑到很灿烂了，你知道吗？笑到超级灿烂的。S H U 哦，我当年是最喜欢 Hebe 的啦，现在还是喜欢，还是很喜欢 Hebe， 反正三个都喜欢啦，可是我还是最喜欢 Hebe 的。高中啊，听那个什么恋人味嘛，那我高中时候高一啊。哦，高一的时代那时候很红嘛 ，SH 很红，感觉吗？然后羡慕完了，你知道，我们每个人都 后面默默的看着 SH， 他们走在前面，我们每个人都慢慢的看着他们背，你知道，哦，那已经爽到无法用言语形容，你知道吗？然后那时候很搞笑哦，嘎敏哦，嘎敏也很激动哦，马上冲过去说，想要问他们可不可以合张照哦，嘎敏才过去。问了一下，马上被助理挡啊！不行不行，马上被挡了，干多无情啊！马上被助理挡了，你看啦、啊，然后一些女将看到 SH 也是疯了啊！什么 SH 我爱你啊，这啊都嗨，每个人都变小粉丝啊！哎、欸，我还跟那个、欸、我那时候嘎敏被拒绝合照的时候，我马上在后面补了句 SH 最棒，你看那 Ella 有回过头来挥手、欸，跟我那个谢对啊，就感谢的意思、欸，看哇，你能怎样？跟偶像那个同台，又可以回应，你知道我干，已经人生太感动了，真的比什么都感动了，没了，没了，嗯，我和千张要摆那么久，哎、欸，跟不一样、欸，哎，你可以跟他们同台在那边，那种无上的。